我最好一直跟着那只飞蛾，它可以带我去月之女那里。慢点，等等我，飞蛾。那又怎么样，还不是一样的无聊。你说飞壁侠跟着你，也就是说他离开了总部，其他飞蛾们已经在试着去打开舱门了。如果飞壁侠离开了总部，那我的计划就要成功了。很快睡衣小英雄的总部就是我的了，我的了。那只飞蛾去哪儿了？啊！我就知道他们需要我，无敌飞壁侠伪装术。什么？雄鹰小叶！好了，月之女，快交出你拿走的第一期迷人闪电侠。是我的飞蛾们在你们的总部，小吗？也就说明我掌控了你们的总部，现在它属于我了。超级猫速！别想逃跑，月之女，飞蛾们不可能进去，飞壁侠在总部里。抱歉，伙伴们，我在这儿。跟你们的总部说再见吧，睡衣小英雄。飞壁侠，你应该好好守在总部里。我知道，所以要留意车外那个在吸玩具的大白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。哇！哇！球到公园里去了。天哪，你在干什么，月之女？睡衣小英雄，见识一下我的月亮球。它在白天会吸走所有有趣的玩具，到了晚上，它们就都是我的了。我们会阻止你的。阻止我？哈，我的月亮球不仅可以吸走有趣的东西，它还可以吸走睡衣小英雄。不，飞壁侠！踢他，猫头鹰女，踢他！嘿，月亮球为什么没把我们吸进去？或许是因为我们踢了它。是啊，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足球。检验一下我的球技。嘿！天哪，抱歉，但这一脚多棒啊！头球。无敌猫跳！哇哇哇！抓紧了，你这只小猫！哦不，你不要！啊哈！哇哇！哦哦哦哦！月之女，快放我下来！你下来吗？好呀！哇！哦不，我来接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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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接。我接他！超级猫速！不要拿着手指指着我，你们应该乖乖的听我的指挥。我说，抓住他们！好了，睡衣小英雄，现在该把这些蝴蝶带回家了。温柔一点。你们好，蝴蝶们，想跟我一起飞吗？让我们往这边飞。看看我的颜色，蝴蝶们，快来，我便给你们看哦。什么？你们喜欢那些美丽的？没错，月之女，
现在轮到我了。对于之前的事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，但是我努力找了一些花来给你们。这里，请跟我们走吧。就是这样，做得好，蝴蝶们，谢谢你们。什么？我的月光瓷怎么失灵了？等等，蝴蝶们，不能跟他们走。飞蛾们，你们在哪儿？飞蛾们，你们这些家伙在等什么？抓住他们！我说了，去抓住他们！你们这些没有头脑的飞蛾！你们也想一起来吗？你们来，我们会很开心。是啊，我保证一定会对你们好的。不不不不不！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助手了，这一点都不公平。看啊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对不起月之女了。对不起，飞蛾们，我以后不会再想要替换你们了，你们会跟我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吧？哇！啊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像个假的月亮，停在矮点的那栋楼上，我们可以近距离去看一看。玩具猫，这算什么东西？这猫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们这些飞蛾真没用，你们找的东西没有一个适合我的新月光巢。月光巢？我告诉过你们，我只想要那些最美丽的东西。看来我得自己来了。月光飞船，快点，十一小英雄，跟上他。他去哪儿了？去找比那只玩具猫更好的东西了吧？嘿，我喜欢那只猫。它会去哪里找最漂亮的东西呢？千里眼。啊！我的天哪，它去我家了！哦不，我的猫头鹰礼物。这个月亮雕塑简直是完美，你们怎么不把它给我带回来？有了这个雕塑，你们找来的那些垃圾就得全部给我送回去。你听到了吗？如果他拿到了猫头鹰礼物，就会把其他的送回去。真是太好了，你本来就应该把它送给其他人的。是啊，把它送给月之女会让你感觉好些，再好不过了。这就是我新月光巢最需要的东西，它真是太棒了，真是太漂亮了。是我的什么？所以还真是送给猫头鹰的礼物。既然如此，我决定要留下所有我偷来的东西，而且还要偷更多。等着瞧吧，我把它拿回来了。但是我们得阻止月之女。我们会的，没有问题。不管月之女去哪里，十一小英雄都会跟着。来这边，飞蛾们，你们肯定抓不到我哦。无敌飞比侠稳装术。该我了，超级猫风！猫头鹰女，你去拿话筒，快啊！雄鹰展翅，小心你的头，月之女！啊！快给我走开，你这个扇翅膀的傻瓜！谢了，猫头鹰女，我真希望这个话筒没有被我们摔坏。等等，这个是开关，说不定是它掉下去时被关掉了。你好，太好了，它没有坏。嘿，月之女，你想要听听真正的演唱会吗？飞蛾们，拿回那个话筒。猫小子，猫头鹰女，飞比侠，我们开始。进入黑夜，他们能拯救世界。
谁是那些英雄？那就是给你看。睡衣小英雄就是我们，睡衣小英雄就是我们。大家在睡觉，大家犯罪，谁大谁鸡？什么？飞蛾们，你们怎么？如果那些讨厌的家伙们要唱自己的歌，那我就恕不奉陪了。睡衣小英雄就是我们。我们现在就走。睡衣小英雄就是我们。现在我们把话筒送回去吧。真是太棒了，杰登休斯敦又可以开演唱会了。睡衣小英雄一起欢呼吧，因为在黑夜我们拯救了世界。我无法在你们两个中做出选择，所以你们两个去看吧，我就不去看了。不要这样，康诺，拿着你们俩去看吧。不，你们去看。你们是在互相推让杰登休斯敦的票吗？你们都想来看他是吗？玉之女，她来这里做什么？一只飞蛾告诉了我罗密欧的全部计划，谁都别想打我月球的主意。障眼法，我们被包围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快离开这里，飞壁侠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没法甩掉他们。这下我们不可能拿回望远镜了，更别说现在还有宇宙激光机器人罗密欧、月之女和他的飞蛾们都在对付我们，他们人太多了。我们不能放弃，如果我们每次只专注一件事的话，我们就一定可以阻止罗密欧。而现在第一步就是要摆脱这些飞蛾。那怎么做？或许可以换你来驾驶。你确定吗，飞壁侠？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冲出重围。好，飞壁侠，我来开。我会出去把飞蛾们都赶走的。我了！啊，不，我们直奔总部的方向去了。雄鹰展翅，小心吗，小子？哇！我们差点就撞到我们自己的总部了。我很抱歉。这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不是总想着如何一次性解决所有的事情的话，或许就能帮上忙了。你会帮上忙的，但是要记住，想要解决大麻烦的话，要一点一点的来。对我们而言，罗密欧就是大麻烦。哦，说的对，我有一个主意，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这样就对了，再往左一点，我已经准备好破坏月球了。我感到很激动，主人。赶快住手，罗密欧！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偷走的望远镜。有入侵者，有入侵者！快把我的月光刺还给我！马上就要好了，我可不这么认为。讨厌的家伙，飞壁侠，小心！释放出那些种子，这样就不会有空间长出其他的花或是植物了。所以挖掘根本一点用都没有。也许是。嘿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们给它浇水会怎么样呢？给它浇水，但那样会让它生长的。但别忘了，它不是植物，是个奇怪的月光杂草。或许我们浇水后，它就会枯萎了呢。等一下，那根水管给了我灵感。我们可以把软管缠在它上面，然后连根拔起。猫头鹰女，我不确定这行不行。让我来试试看。即使我没有参加你们的社团，但是我仍然很了解园艺。等等，猫头鹰女！啊！嘿，停下，笨鸟！好了，现在我要做的就只是用力拉。猫小子，快阻止月之女！飞壁侠，赶走他们！走开，走开！
种子被释放出来了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太糟糕了，睡衣小英雄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他们长得到处都是。不用担心，我晚点再来处理。我现在要把这个垃圾箱变得更大一些。小心！这个巨型睡衣小英雄刚刚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。等等，我有了巨型飞蛾，谁还需要什么月光飞船？你，这个变大器是我的了，都是我的。只要我把飞蛾们都变大了，我就能偷走所有花车了。不过还有一件事，待会儿见了，小短腿。不，你现在又重新变回一个小小的家伙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把变大器拿回来，然后再帮我变大。不行，飞比侠，我们要先对付你弄出来的巨型飞蛾才行。好吧，听你的。猫头鹰女，我们去月之女那儿拿变大器，你就负责吸引飞蛾们，把飞蛾们带到飞壁侠那儿，他会把它们变小。干得好，巨型飞蛾们，很好。嘿，飞蛾们，你们肯定抓不到我。什么？不要，快点给我回来！超级猫速。我拿走了，谢谢。记住了，飞壁侠，当猫头鹰女带飞蛾们飞过时，就把它们变小。遵命，猫小子。很好，我要去阻止月之女了。哇哦！嘿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可以让猫小子的点子更有效。不要再这样了。我的天哪！飞壁侠，你还好吗？飞壁侠，还好。看起来我赢了，讨厌的家伙们，游行是属于我的，都是我的。飞蛾们，快去整他！哦。加油，猫小子！哦耶！猫小子跑起来就像一股旋风！哇！淋湿了，淋湿了！哈哈！猫小子，我现在就过来帮你！哈哈哈哈！月光飞船，更多乌云，更多乌云！我们不能在黎明前阻止它，它就会遮住整片天空。啊，我很抱歉，我讨厌被弄湿。但你说的对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那我们出发吧。月光威力，把那朵乌云变得更大，雨再下大一点，还要紧紧追着猫小子跑。我真的是太喜欢看它像胆小的小猫一样到处跑了。我能做到，我能做到。
我想我绝对可以。只要你一直是一只傻傻的怕水的小猫，那你就永远拿我的乌云没办法。也就是说，是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哈哈，乌云们，飞蛾们，猫头鹰女，小心！但是我从来没有开过月光飞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再见了，小猫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菲比侠，你还好吗？还好，我就知道我没办法驾驭月光飞船，抱歉。没关系的，我们现在就跟着他。音响器太大了，没法跟他去那里。猫头鹰女，你在天上跟着他，我们在地上跟着你。好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月之女，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把礼物还回去？因为我不想还回去。如果你们有本事，就过来拿。嘿，那是我的，讨厌的娘！不！水鹰小英雄，我需要你们帮我把它拉下来。无敌猫跳！啊，连你这小猫也一起来了。好吧，那就看看你这只猫能不能着陆。猫小子！只要你愿意尝试，你就一定能行。天哪，这比滑冰还难上好几倍呢！不行，我真的做不到。飞壁侠，你还好吗？我不擅长那些新事物。好了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两个会处理的。飞蛾们，分为两队，准备行动。飞蛾们，大家排好队形。都快点儿，我这里可不需要什么失败者。很快，这个玩具店里的所有玩具都是我的了。都听好了，哪一队的玩具最大就获胜。现在第一队上。做得很好，我能干的飞贼们。你们就想这样被打败吗？第二队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们总不能让月之女和她的飞蛾带走所有玩具吧？或许我们可以把她的哨子拿走，他们的队形就乱了。那样的话，他们就不知道该轮到哪一队去偷玩具了。好主意，伙伴们，谁能偷偷靠近月之女并且拿到哨子，谁就获胜。等等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为什么非要打败彼此呢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只要用我的无敌飞壁侠伪装术就一定会赢。不可能，我轻易就能打败你。什么？那就等着瞧吧。我赢了的话，你可不要惊讶。但是伙伴们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阻止月之女。无敌飞壁侠伪装术。啊！是谁在挠我的痒痒啊？停下，别挠了！我的哨子。是我先看到哨子的，所以是我赢了。但是我先摸到它的，所以我赢了。不是我赢了，水鹰小英雄，你们永远都阻止不了我和我的飞蛾们。月光飞船，看，很快我就会成为世界上拥有玩具最多的人了。真是卑鄙！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改变一下计划。我们现在去玩具店等飞蛾们，在那儿阻止他们。这次谁能用最棒的水翼小英雄招式到达那里，谁就获胜。不会吧，这是卡梅隆？是他，他是在梦游，他睡着了，但
他在做梦，所以会四处走动。我们得把他送回床上去。是的，但我们不能使用超高速或带他飞回家，因为那样会把他弄醒，他会吓一跳的。把那些木偶还回来，月之女。哈，这不可能！你这小短腿，飞蛾们，让他看看你们的厉害。这可不好玩。啊哈，不很好玩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木偶表演。什么？干得不错呀，小短腿。好了，有主意了。飞壁侠，飞壁侠，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快去拿木偶吧。水翼小英雄拯救世界，超级猫速，快去抓住他们！雄鹰展翅，飞蛾们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做得好，水翼小英雄。木偶们还好吗？还好，但卡麦隆不好。我们以为你有麻烦，就留他一个人了。谁是卡麦隆？我只是想把那些木偶拿回来而已。卡麦隆在这儿干什么？谁是卡麦隆？他在梦游。谁是卡麦隆？我们得帮他回家。没错，他比木偶更需要我们帮助。谁是卡麦隆？我想他会成为好玩的木王。他要去弄醒他了，我们要阻止他。不要把木偶们就这样扔在地上，看他们多棒啊！就是这样，木偶们，让我们来跳跳舞，然后。他们是想用轮胎来填河，可为什么？他想要建造一座桥，他要把他的堡垒运过来，毁掉我们的总部。我们要阻止他。我们会的。让我们的总部也像他的一样旋转起来吧！真棒！等等，不，猫头鹰女，我们不需要旋转。我们总部有很多可以用来防御的武器，我们应该用这些。等我把总部旋转起来后再用。我有个主意，飞壁侠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去弄走那些轮胎。见识一下这个吧，猫头鹰光波。什么？再见了，轮胎球，全部搞定。现在旋转吧。什么？我扔过那些粘粘贴吗？我们再来一遍。玩够了吧，水翼小英雄，很快只会剩一座堡垒还矗立在这里，最好的那个堡垒我的。哦不，现在他可以通过轮胎桥了，都是因为我的错。夜幕忍者的堡垒有很多新奇的东西，我看到之后也很想要。你们说的对，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时，我们不能全想要。没关系，猫头鹰女，我敢肯定我们总部现有的东西可以阻止他，我们肯定能把小石拿回来。我们绝对有东西可以拿来阻止他，而且还不止一样。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耶！谁有最好的堡垒？当然是你，夜幕忍者。我们甚至再也不会有堡垒了，我们的已经被压扁了。哈哈哈哈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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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我来帮你对付那些飞蛾，飞壁侠，雄鹰展翅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，来追我啊！你这家伙，你永远都抓不到我的。飞壁侠，小心！你把东西都弄坏了，这一点都不公平。小子来拯救你们了！来吧，飞蛾们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都是月之女的错。该来场真。
正的较量了。来吧，睡衣小英雄，有本事来抓我呀！飞壁侠，我来驾驶吧。别担心，我可以的。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有办法了，我可以用猫声波来阻止它。小心别按错了按钮。哦，那个是发射毛球，我要的是猫声波。飞壁侠，别再按那些按钮呢。飞壁侠，很抱歉，我只是想要拿回卡麦隆的车。这一次我一定可以用猫声波抓住月之女。飞壁侠，还没准备好去派对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太喜欢气球了，尤其这些气球还不是我的。试试急速旋转龙卷风，我知道你可以的。嘿，猫小子，你有没有成功旋转过？哦不，我怎么忘了，你不会，但是我会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了。只要猫小子愿意试试看急速，快点想一个新主意，这是必须的。我做不了那个动作，但是超级猫速我很拿手，我会在这个圆顶里跑得飞快，用气流把它给掀起来。猫小子已经达到极速了。啊！猫小子现在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是稍微震动了一下，你启动了它的月光灯，漂亮的灯光再配上漂亮的波纹，现在舞会的氛围越来越好了。当然是对我来说，不是你们。猫小子，我知道你不想那么做，可是不可能，我一定又会被嘲笑的。啊哈，这次我真的想到了个好主意。好了，伙伴们，我现在要用猫车来发射毛球，这样一定可以打穿圆顶的。发射毛球，启动弹射器，派对结束了，月之女。启动弹射座椅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真是场噩梦。开，再这样砸下去，总部肯定会倒塌的。哇，我很抱歉，我想让我们出去，但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，这下学校的舞会肯定是办不成了，你们没办法展现舞姿了。现在只有急速旋转龙卷风可以帮我们，全靠你了，猫小子。没错，唯一出去的办法就是向下，而唯一速度快到可以转出通道的就是你。那个月光石，飞蛾们，给我赶走这些讨厌的家伙们。别急着走啊，飞蛾们。我抓到飞蛾了，猫头鹰女也已经控制住了月之女，去拿磁石，飞壁侠。我的石头。不，飞壁侠，那就只是块石头而已，去拿磁石，快点去拿磁石。哦，但它就在边上。月光飞船启动。那个小短腿当然只爱他自己的石头了，但那只是月球的一小块，我要的是全部。没想到是你帮了我，而你却只拿了一小块，现在你阻止不了我了，小短腿。月光威力，给我把月球拿来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他说的没错，我打乱了整个计划就只为了这个东西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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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谢谢飞壁侠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知道怎么阻止月之女了，我只要把我的特别石头扔掉就行了。
我的月光磁去把月球吸过来。他是那么做了，只吸了月球的一小块，我的特别石头。好主意，飞壁侠。你别太得意了，绿色的捣蛋鬼。雄鹰展翅。快点，趁他没办法分身，让我们把其他的磁石都拿回来吧。无敌猫叫。拿到了，快住手，抢石头的家伙们。真是只可怜的小猫，现在从我的雪橇上。猫小子小心。这的好冷啊，我现在都不能动了。罗密欧，快把我给放出去。猫头鹰女，我想我也许可以阻止罗密欧，你看呢？现在不行，飞壁侠快回来。猫小子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不要担心我，罗密欧要跑了，快点阻止他。跟不上我的步伐了吧，讨厌的追影小英雄。我们可能是超级英雄，但现在猫小子成了超级冰块。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，飞壁侠，快点儿！我刚刚就想告诉你了，我……嗨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可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但我的计划可以……好吧，我要干什么？鹰翅，这样好多了。好了，这记在实验室上，然后用你的无敌力量阻止它前进。好，但是……然后我们就能控制住制冰机。出发，飞壁侠！等等！你觉得你能击败像我这样的天才吗？太傻了！无敌大力金刚手！等等，我并没有无敌力量。你在哪儿？猫头鹰女有麻烦了。剑叉冰冻住的羽翼。有两个小冰块躺在路上，两个小冰块呀，真的是好冷啊。快停下，你这怪猫。降落的好时候。别做傻事，喂，撞车的，除非这是另一个骗局，我就知道。猫头鹰女，不要担心，我没事。哼，我已经厌倦了只有一个声音小英雄的声音可以玩，是时候把声音一网打尽了。我好生气，声音他把我们的声音拿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天才罗密欧把我们三个的声音都拿走了。那是因为他太了不起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没了声音就什么也不是了，再也没有办法能够打败他了。而这些都是因为飞壁侠没能及时把他的声音拿回来。罗密欧是一个天才，他是天才。你想说什么，飞壁侠？你是想说现在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？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，小短腿？想想看，有了这些声音，我能做很多有趣的事。睡衣小英雄将受到大家的谴责。这比我想象中的更好玩多了。我怎么停下来了？或许是发动机出了问题。
出什么事了？我的声音盒子！小心点，你们这些不会说话的笨蛋，你们会弄坏它的。发生什么了？你们指的是罗密欧城邦吗？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做啊，这一切全都多亏了我的大坏盒子，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变形和修改。哦，会这样都是我的错，我总是用同样的办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去阻止罗密欧。如果我没有执着于只用一个办法的话，那么罗密欧也不可能那么快完成他的盒子。我做的是一个大坏盒子，如果你要找我，我就在里面。你可以打电话给我。我们永远也进不去的。啊？你说的对，猫小子。但是或许有个办法可以让罗密欧到这里来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喽。我是要当罗密欧市长呢，还是罗密欧国王？主人，你最好到外面来看看。什么？我的实验室在动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电还没有充满呢。啊！出来，出来！机器人！超级猫速！是在动，这多亏了我的超级飞力侠力量。哦，你竟敢骗我！我的盒子！主人，请您记住，这儿有陷阱。啊！我是不受控制的猫小子，我要过来阻止你的计划喽！不要做白日梦了，猫咪小男孩，你以为你真的能够阻止得了我吗？我要带你一起去，你就能亲眼见证我掌控世界了。现在跳跳跳！嘿嘿，快跟我走！嘿，罗密欧，你觉得让我跳到半空中怎么样？这主意不错，跳啊跳啊跳！超级大力金刚手！嘿，要不再试试旋转？旋转，我喜欢旋转！呀吼！什么？罗密欧，你肯定没法让我跳舞。我也很擅长翻跟头的。城市广场，邪恶行动开始了。好了，他指向罗密欧了。那么你现在想让我干什么，罗密欧？让我好好想想。哦，对了，不，不是我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没人愿意被别人控制，罗密欧。如果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就该还回去。你们怎么敢控制我？当夜幕坏人抱怨时，你觉得讨厌吗？当然。现在你可以帮我们把这些偷来的遥控器和内部零件都送回去了。我们也不要忘了他的第一代无敌罗密欧遥控器。嘿，这是我们直升飞机模型遥控器的。谢了，罗密欧。还要谢谢你们这次想出了这么好的主意。也要谢谢你到最后愿意听我们的意见，做个好队长。我想罗密欧已经受够了，我们可以把这剩下的遥控器和天线都送回去了。一直控制着别人这样不好，即便是个坏人。说得对。哦，这肯定是你们最后一次控制我，睡衣小英雄。我还会回来的。但啊，要不试试这个绿色的。不不不不不不啊！猫小子，我们本来还指望你帮忙呢。罗密欧逃跑了。我会去帮忙的，但我要开着我的猫车去。过来了，快点藏起来。这英
雄鸡开着还不错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更好的。点兵点将点点点，我接下来该试试哪一辆呢？我的飞冰侠机动车。不要担心，飞冰侠机动车不会飞，所以我们能用自行车包围它。我们走。哦，真是太好了，只有三条路出去，要么在街的尽头，要么在建筑的那边。我去堵另一端，你们待在这儿。猫小子，如果罗米欧想要掉头，你就立刻用超级猫速跑到出口，把它堵在那里。这一次一定能抓到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有我的猫车，就能用猫声包来堵住它了。猫小子，不，别再这样了。不是绿色的按钮，有可能是蓝色的。也不是那个。现在就只剩下红色的按钮了，所以一定就是它了。又是睡衣小英雄，是想要烦死我吗？别那么着急，罗密欧，看来有人需要冷静一下了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但他把我的羽毛都打湿了，而且又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次又没帮我们，就是这件事。哦，我如果猫车出了什么事故，可不要怪我。哼的，你们什么意思？难道不够大吗？你们几个有更坏的主意吗？那就让我们来看看。粘粘贴，出发。我来阻止第一个，你们去阻止后面的粘粘贴。啊，我有个更好的主意。等等，记得我是超级拯救者吗？让我来吧，纵身一跃。接到了！阻止几个小粘粘贴可一点都不酷，还是阻止大的感觉才爽。这必须载入我们的英雄记录簿。小心，猫小子！哦不，我的猫车！我才刚洗了车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大失败？我不想听你们那些愚蠢的想法。我是个坏人，我要以我的方式做超级坏的事情。我知道那个计划并没有奏效，但下一个一定会。这件事情还没完，讨厌的家伙们，你们等着瞧。我不敢相信我的超级拯救居然没有用。别担心你的超级拯救了，猫小子，我们要完成这次任务。但这是我的大好机会，成为这里的超级大英雄。把我的骨还给我！哈哈，你这只愚蠢的猫，怎么了？没想到你这么喜欢这面骨，连你朋友们的安危都不顾了吗？人呢？等等，猫小子，看见了吧？你这只愚蠢的猫，你们帮了我大忙！哈哈哈哈，我亲手毁掉了这一切，就只是想要拿回我的骨。你不需要它。是的，没有它，你也可以继续领队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你可以拍手和跺脚。说的对，即使我没有骨，也可以做得比他更好。那么就开始吧，猫小子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开始我们精彩的游行，超级猫速！什么？忍者们全体列队！就让我们看看谁是最好的领队！哈，
连鼓都没有，算什么领队？英雄不需要鼓，夜幕忍者，尤其是他们拥有这种超级动作。快来，睡衣小英雄，让我们找回游行的节奏吧。好的。什么？耶！我们就让他认为他的超级第六感是对的。为什么在树林里？夜幕忍者是要去我们的总部。我的超级第六感告诉我，他就在这附近。实际上，他在那里。抓到你了！抱歉，飞壁侠，但没人在这儿。或许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超级第六感。哟，超级猫速！看到没有，我是对的，这些粘粘贴就可以证明。现在我的超级第六感告诉我，夜幕忍者去了那边。快来，哼，如果那个迟钝的家伙认为装出来的超能力就能赢，那他就会遭遇另外一件事情。我的超级第六感不会错的，我肯定夜幕忍者去了那边。我们的车被粘住了，不把粘粘贴弄掉的话，我们哪儿也去不了，那要花很久时间。你跟我来，我的超级第六感刚刚告诉我，夜幕忍者会从后面接近总部。你是说从湖的另一边？但你的超级第六感已经错了两次，我们不能再继续冒险了。那么我就自己去，我会向你证明我是对的。等等，我们要去帮猫头鹰女，不然夜幕忍者会夺走旗子。猫头鹰女，飞壁侠他自己走了，夜幕忍者抓到他怎么办？我们快去找他。那这样的话就没人守总部了。我要给猫小子和猫头鹰女看看我有超级第六感。我的天哪，我不能动了。不，但这个是粘粘贴，夜幕忍者就在附近，也就是说我的超级第六感是有用的，它是真的，它确实是真的。别太天真了，并不是你感知到我在哪儿，而是我知道你要去哪儿。难道我一直都是错的？你来这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设下这个陷阱吗？是的，而且当你的伙伴们离开总部来找你时，我就会去夺走你们的旗子。就是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方大师都比你好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的方大师会这个吗？哦不！帮帮我们！快帮忙！马上给我删掉刚刚的那一段！不要碰他，那是我的。忍者们，扔掉那些睡衣寿司卷们！猫小子，救命！猫头鹰女，飞壁侠！猫小子，救救我们！猫小子，救命啊！现在就去我们的下一个拍摄地点。我不能在追赶夜幕忍者的同时去救我的伙伴，他是在耍我玩。猫头鹰女说的对，生气一点用都没有，尤其是生她还有飞壁侠的气。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而且还要像方大师那样冷静。哎呀，走错了，嘿嘿嘿嘿。
似的，跑快一点就行了。超级猫速！猫小子要保持冷静，按照计划去拯救他的伙伴们。别担心，伙伴们，猫小子回来了。他现在冷静又放松，就像方大师一样，超级猫速。终点站到了，请。进行下一轮。果然又是我，我就说我很幸运。什么？还帮了多少层？幸运女神再次降临。太好了。哦，看呐，简直就是一个翻版的我。夜幕忍者每件事都能做到最好，可能吗？我们拿回蛋糕了。呀，抓住他！你还真是不错，猫小子，你拿回了我的蛋糕。哇，快看这个蛋糕，菲比侠。哦，它真是太棒了。菲比侠不想要方大师蛋糕，猫小子，快点走吧。但是，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猫小子！记住了！那就谢了。哈哈哈哈！蛋糕我们拿走了。忍者们，小心别摔了我的蛋糕！你们几个扫兴的家伙，那蛋糕是我的，再见了。等等，这次你又想干什么？再玩一个派对游戏？还是说你怕这次被我们打败？我害怕。好啊，我们来玩抢椅子的游戏，胜利者得到，哇，能得到一大束方大师气球。第一轮比赛我先出局，然后我去拿回蛋糕，你们就想办法拖住夜幕忍者，争取时间，所以你们不能马上赢。车速度为什么会慢下来了？我说了要跑很快，懒惰的家伙。你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可能他不喜欢你的领导方式。没错，我会成为比你更优秀的队长，我们一起玩，到处玩耍会有意思的多。真是可笑至极。什么？看起来他们不想跟着你了。真棒。哦，你们这些淘气的忍者们，我会回来带走我的战车，到时候你们可就麻烦了，会有大麻烦。他们真的太可爱了，可真有趣。很好，但是在玩耍之前把战车移到室内或安全的地方。这还真重，我可以拉它，这有我的超级大力金刚手。等等，如果我让我的忍者们来做，一定更有趣。要不我就叫他们猫头鹰小不点，怎么样？猫头鹰小不点。他们想要拉着我走，来吧，猫头鹰小不点，出发！当队长真好玩，看起来是很有趣，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呢，猫头鹰女。让我先享受一下当队长的感觉，全速前进，猫头鹰小不点！猫头鹰女，夜幕忍者随时都可能回来。那好吧，猫头鹰小不点去博物馆。停下！我命令你们停下！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快点，夜幕忍者随时都可能回来，我们应该把战车藏在安全的地方，藏在箱子后面。等等，我
我想先做一些有趣的事。猫头鹰小不点敬礼，像这样。现在向队长敬礼。不是这么敬礼，再来一次。我说小不点们，我可是队长，你们要恭敬地向我敬礼。一